很喜欢台湾，可是对台湾一定有很多的不满意跟问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今天让你们畅所欲言，好好发挥一下你们心里的不快乐啊！你们。环境啊，各方面没办法适应，一定有不爽的地方嘛，那就驱逐出境啊！你看，这就是一个不快乐。你为什么不用同理心来看待他们呢？帮他们解决问题嘛。今天要用软的方式。你们就是今天的哈林慈济功德队。有没有办法帮我们的老外朋友在食衣住行方面解决他们的困扰跟问题？没问题，好不好？一一的帮你们解决。你这个是慈眉善目吗？真的，看起来很恐怖的感觉。不要这样，真的自然的，真的发自内心的。对，我今天特别带了我的百宝箱来。什么意思？就是我这个箱可以针对他们的各种问题。我这个百宝箱啊，是专门针对我们外国的好朋友来台湾。如果食衣住行上面有什么不便的话，我可以一一的帮他们解决。对对，到时候就对，应该都用得到。对对对对对对对，各种宝物。对对对，要团购吗？不用团购了，那是脚踏车了。好 ，OK， 好。来，我们就从食开始，吃东西，这是最先碰到的问题。对对对，不吃东西没办法。小季，来。哦，吃东西的话，哎，到这里，到这里。啊，我也很喜欢的。你有参加过辩论赛啊？啊，每个人有三十秒的时间，来，请开始。好，吃东西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想吃印度菜，然后我去买印度菜，然后老。讲那么快。三十秒不够。讲，哎，什么玩意儿？被我超快。不用讲那么快，要听得懂。三十秒嘛，三十秒。啊，是我要吃印度菜嘛？然后我去买印度菜，然后老板说印度菜跟台湾菜一样的。印度菜，那我哪里一样的？然后老板也说没有啊，是真的一样。你要不要吃？还有跟我生气。很生气。对，然后我不爽，我跟我朋友讲我想买，然后我朋友帮我买东西。我家里煮菜给老板吃，你吃看看哪里一样？这才叫印度菜。对对，这个是印度菜。哎呦，真的。讲完了吗？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三十秒到了 ，OK。还有一个，好，台湾人吃完的话就不通。讲完了，讲完了，讲完了。哦，台湾人吃完东西喜欢乱吐骨头。对，这个超级脏的。哎，等一下，你刚刚讲什么？超级脏。超紧张，这是偶尔一次，对不对？还是你常常会碰到这种状况？常常会这样子的啊，都是同一个老板啊，不是别的老板店。那你就不要去嘛。我会二十吧，你会二十？那你怎么样？因为功德队，因为他出门在外啊，就是因为有时候就近嘛，他不是专程啊。如果你真的要吃道地的印度咖喱，你就去印度餐厅，现在很多印度人开的嘛。对啊，因为你是就近随便看到，他不可能对啊，每天就专门卖印度咖喱针对你。但你刚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吐骨头，吃吐骨头，我们吃完东西都会吐排骨吧？啊，那排骨就有很多骨头嘛。他可能是他鸡脚也是鸡骨头啊，鱼骨头，他觉得对，可是他吐在那个地上更脏。没有，然后他也不会用卫生纸，是哦，真的吗？他说应该吐。对，那很简单，小季，哈，以后他如果再吐骨头的话，哈，那你就拿卫生纸给他。这里有卫生纸，他请他打开，他吐在卫生纸上面，按着包起来，这样就好。所以别桌他也要发卫生纸啊？没有，他可以，你可以这样跟他讲，他会觉得哇，这个外国人好亲切哦。不会被打吗？不会不会不会，他们不会。所以如果那天餐厅生意很好，十几桌的话，就一桌一桌送啊？也不用一桌一桌送啦，就是去，就是说。大家把骨头吐在卫生纸上，谢谢大家，台湾人最爱干净了，大家鼓掌。我大家会以为他是老板，我那个既然敲裂了，不如我敲裂。什么烂方法啊！真的，我跟你讲，哎，真的有人会生气耶，不会的，不会的，不会吗？可以。所以这个你问题解决了啊！好，你看就气人就气人。还有，你在敷衍人家，就没有 ，OK 了。我计程车马上来了哈。好，哎，杜立先生，美国的朋友，台湾，我想先说。你在传福音啊 ？Jesus！
你们东西真的好吃，都是好吃。哦，福音福音。可是有一些餐厅，你们的厕所太脏了。哦，对呀、啊，我认同，我认同。真的太脏了。嗯，为什么你们没有吸？你们的厕所，因为我们都忙着在煮好吃的东西，你没有时间去打扫。也没哪一位是开餐厅的。我跟你讲，有一次我去这个餐厅，然后要上厕所，我进去的话，然后就发现那个厕所真的很脏，我也不想洗澡。你也不想洗澡？洗手哦，洗手。我也不敢洗手。谁到餐厅洗手？洗手，洗手台很脏，马桶很脏，然后地板也很脏，然后谁想要上这个厕所？你说，这我可以认同。真的，还有另外一个，我想跟你们讲。哎、欸，你们没有帮他计时，你们怕杜丽亚？才来。你们家要怕我？是。那我那三秒，我们开始讲。给你五秒，赶快讲。五秒，有餐厅，你为什么要休息时间？两点到四点一定要开。好，回去。嗯、餐厅为什么要休息？下午两点到四点，你为什么不开？哦，因为他有些以前的话，有一些店是他整天是营业的。有的店整天营业。因为景气不好，他如果那个那一段时间人会比较少，不是用餐的时间。哦。对不对？因为十二点可能用餐的时间是十一点。到两点，这个是用餐的时间。两点到四点，这时候可以让厨师休息。这跟实际的社会面有关系。对对对。如果休息的话，因为不能发的薪水会比较少。不然两点到四点只为你一个人开。但是，对，他发的薪水更少，因为没有开，所以完全没有薪水，对不对？那你为什么没有开？什么意思？想我？我都是你时间到了，你这边吵什么？对。助理，我还有下一位，下一位，还有下一位，下一位。解决一下他的问题。好，等一下，解决他的问题。功德队，解决他。哎、欸，你为什么要两点到四点才去吃饭？对呀、啊。你们来说，我们先聊。有人下午两点到四点吃饭的吗？有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是，台湾两点的话，印度十二点嘛。所以你来台湾，你要过台湾时间啊！我肚子还有不懂啊！你肚子不懂，那是你刚来的时候。你来这边那么久，你怎么可以不懂？来，你回去。还有，喝酒喝到晚，然后很晚起床，然后就一点起床洗澡刷牙，就想吃东西，没有店有开。哦，那 OK， 很好解决。没有办法。睡到一点啊，来。送你一个闹钟，你想拉我死吗？送你一个闹钟，不可以送时钟，你知道这是台湾，你都不懂台湾文化。送你一个手表，手表，我去，让那个去，又我去，耶耶，对对对，这不会接过头了。邓肯先生，英国的朋友。先生，你好啊！你好吗？来说说看，我去饭馆的时候，去饭馆的时候，你不要耍北京腔，也是三十秒开始。那个服务员一看到我啊，就给我一个英文的菜单，英文菜单，就让我很生气，因为他觉得因为我是外国人，我一定不会。看对不对，一定看不懂中文，讲成这个样子，看不懂中文。我们懂他说的。所以你觉得他不给你看中文菜单？对呀、啊，因为觉得因为我是外国人，因为你看不懂中文，对不对？还有别的问题吗？因为我是留学生，你是留学生嘛，是不是？对啊。还有没有别的问题？还有他们给我叉子，这也不能给我筷子，给我叉子。我听到了，给他拆啊，拆子不给他筷子。给叉子不给筷子，给叉子对、啊。你去中餐厅还是西餐厅？啊、中餐厅。中餐厅给他叉子，啊、因为觉得我是外国人，应该给我叉子。好了，他的问题就是，我说应该给我筷子。第一个，给他英文菜单。哦。第二个，给他叉子不给筷子。对啊。你们觉得问题在哪？以为他不会用之类的。嗯，这是贴心还是瞧不起他？贴心耶，因为如果他走进去给他中文菜单，那这样子不是更奇怪？如果他到时候再跟他要英文，我觉得他们应该先问我，你会中文吗？如果不会的话，应该给我英文。那你也可以跟他要中文的菜单，他一定是会。你气什么你？你气什么？贴心，你懂不懂？对对对，贴心就是很周到了，他帮你想了。
哎，其实他们不懂得尊重，他不懂得尊重哎。哎，其实对这个Duncan的心理，我可以这个体会。为什么？因为我常常坐国际线的飞机啊，我上去他也拿中文的报纸给我。其实我都喜欢看英文，对。等一下，泰晤士报，泰晤士报是哪一个国家的？那个英国啊。泰晤士报真的。还差点想，泰晤士报的英文叫什么 ？Times Ball。叫做 Times。还泰晤士报嘞，而且后来，而且是英国的报。他说他都看泰晤士报，英文叫泰晤士报。一样嘛，念快一点就是了。Times， 真的，后来就才会发现我看不懂，因为我拿反了。英文，其实我要是拿到中文菜单、中文报纸，我还蛮开心的、啊。对啊，我终于可以看到我看得懂的东西、啊。对，奇怪。但是他的很好解决。奇怪了你。来，思嘉，把这一份给他。好。对，好。这什么东西？对。哇。为你设计的中文菜单。设计的中文菜单。给镜头看一下。你会念吗？应该是繁体字，什么意思？我看繁体字看不懂，是看不懂。繁体字应该是团，花团。对，先把整个念完。花团第三个字是什么？对，草。花团草，对不对？嗯。草什么？还有一个字、啊。你让他念完，你很急，对不对？是辣是不是？辣。对。他说那个叫做花团草拉，其实是花园沙拉。没有，不过我看得懂，所以没关系。人家尊重你，你又点不了菜，老板说不出来，看得懂。给我来个花团炒拉，怎么会没有呢？我给你一份《Times报》。好，那个鸭子，第一个问题解决它。好，第二个问题，对，这是什么呢？那个，如果你觉得去到那个中国餐厅，他都给你叉子的话，哈比人呢？是的，你下来啊，对了，对。哇塞，哎，真的日本料理店哦，你们要不要拜拜？对呀，你可以自备这个筷子。啊，环保筷，对嘛？你去到哪里都带环保筷，我都自备的，我到外面都自备筷子。谢谢。你们两个可以结婚了，结婚了。到了小柯了，来，土耳其的朋友请上，加油，小柯，加油，加油，小柯。OK， 我的问题，我觉得对你们台湾的社会比较重要，对我们台湾的社会，不是这种小事。好，来，没有，我觉得台湾人都不重视家庭。台湾人不重视家庭，对，比如说在我的国家，我们都跟家人一起吃饭，一定要跟家人一起吃饭，早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午餐不一定。OK， 早晚一定要一起吃饭，一定要一起吃饭。然后你，如果你一起吃饭的话，就有那个家人的感觉，对不对？好，一起吃饭才有家庭的感觉。你的问题就是这一个吗？对，好。這個、为什么台湾人都在外面去吃？这个问题大了。台湾人是一个很喜欢工作的人。对对、欸，其实不包括台湾人，东方人比较注重在这个工作上面，精神会比较多，跟西方人的观念不大一样。因为东方人觉得他年轻的时候要打拼，对，老的时候可以同享天伦之乐。那外国人比较及时行乐这样子。对对对。哎、那你觉得？家庭关系比较重要，还是工作比较重要？你说，太烦 ，baby。工作比较重要，还是送他一句话，你回去。工作比较重要，没办法解决的这个都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工作的话，你怎么好好照顾你的家庭？对，我觉得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因为为了这个原因，他们我觉得家庭的关系就越来越不好。越不好，家庭关系这不止，可是不是，这我觉得不是这样讲。比如说在外国，你们早上晚上都一起吃饭，家庭关系就一定很好吗？不一定，不一定，对。所以这是跟吃饭，我觉得没有一定的关系了。对啊，小柯，你今天中午有跟你家人吃饭吗？没办法，对啊，没办法。可是呢，你的心有没有在他们身上？有。你来多久了？你这一次来三年，你会不会很想？你有多久没跟家人一起吃饭？哦，我很想我
们家，很想他们，对不对？他妈哥哦！哎，你刚不是还说哦耶，好帅？就是他度过鸡骨头的，真的吗？所以啊，这件事情有两个角度。对，每天吃当然很好，可是很好，每天看就不稀奇了。尽量啦，对对对对对。如果你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家人，你就觉得哇，特别想妈妈。平常你觉得很啰嗦，可是你觉得啰嗦都好棒啊，嗯，对不对？对，有没有百宝箱？有没有办法解决？嗯，那个送一张，尽量不要再送一张你的照片给他嘛，想家人的时候看看你。吃饭了，我看一下哈。那个你可以跟那个丹肯拿个菜单哈。没有，没事，我也比较好想跳桌，可以做菜，你们没事，你们可以一起吃饭嘛。全家团圆了，你们哎呀，吃快一点了，拜托，看不懂，还吃一顿饭，跟你讲，他看不懂，你们他看你才看不懂，看不懂，没有，我也比较好。你们在台湾的外国人就是一家人嘛，对不对？对，我有比较好的想法，你带我。你们带我去一起吃饭啊？对，可以，可以，可以，对对对。搞半天是想把马是吧？没有技术家庭。好，那我就这个今年的那个团圆饭啊，好，那个除夕夜的时候你就去鸭子家吃饭，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对，可以啊。外国人，对，你的电话多少？你。你来台湾多久？3年。3年。你有在看电视吗？有时候。有。哦。不常看。不常看。搞不清楚。对他不知道。哇，熊拜弄洗。好了，这个是食的问题。接下来穿衣服会碰到什么样子的困扰呢？南希，南姐。Get him, girl。哎呀。你们台湾没有胖子吗？东区没有胖妹吗？有啊，有啊，有啊，可以来两个。没有，他很扯。有啊，怎么样？我到中去买一条裤子，我就进去，牛仔裤很漂亮，我就问店员多少钱，他就看我没有的 size， 我问多少钱，你就说没有的 size， 你嫌我胖就对了，是不是？是啊。这太过分了，气死我了。没有，我觉得这是店员应有的礼貌，对，他总不能跟你说多少钱，然后看半天说啊，小姐不好意思，没有你可以穿。送人怎么办？我不是买给自己啊。对呀，他可以送人吗？送人，他会介绍别的款式给你。他喜欢买那条送人来介绍。你那么气干嘛？对呀，他态度很不好吗？非常的不好，但是看我下半身没人的 size， 对，我就说 excuse me， 我是价钱，好不好？ Yeah， yeah。 那条牛仔裤你也想穿啊？你也想穿？怎么办？你们觉得店员有问题吗？你跟我说哪一家店，我把它开除，好不好？在哪里？在哪里？在东区。那就是少数的那一家店而已，就是那一家，其他的都是大部分都很好。你去别家，好的。如果再不好，我们把整个东区好好的整顿一下，对，好不好？来，谢谢南希。小季啊。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我觉得是他本身有问题啊。我现在问题好了。好，问题好了。是我在中立也是去买衣服，然后那一边是写250块。250。对，然后我看哦，好看的，然后我拿一下，然后跟老板讲这个我要，然后他说哦，放错了，放错了。对，这个是400块。啊，250，400，怎么会这样子？然后老板也要给我看，我是外国人，所以他要对我很好。他说，我给你便宜点好不好？便宜点好多少？300块。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也是骗人啊，250块还有。下一位，这个会不会是老板看到是老外，想要骗他？台湾人爱管闲事 ，Nancy 做贼心虚。带我男性的朋友到我们家去，哇！结果我男朋友不在，隔天回来，女朋友带那个谁谁谁回来啊，待到很晚哦。管理员跟那个你的男朋友讲，对，男朋友上来就是我带，所以带谁回来？我说没有啊，我自己在家。为什么骗他嘞？会不会是老板看到是老外，
想要骗他。不是啊，他可能是放得很近啊，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有没有每件九十九，可能下面又有再一个写有没有？对，哎，他下面有小小小一个字写起。99元起，它不是99，标示不明。对啦，那你就在找250那一区的嘛。因为既然你坚持一定要买250，你就在那一区找看有没有类似的。你说我不要了，300块。那如果没有，就是老板，那你可不可以？因为你刚放在这边，可不可以算250这样子？啊，我跟他讲，然后他不想，然后所以我没办法，我也喜欢那一个啊，所以我买。300块成交啊！你露出了你喜欢的样子，人家拿了当然是喜欢的啊！那算了，那我就看250。老板说，哦，好了，那算你250。对，这个买东西啊，不管是外国人或台湾人都要会成交，你不要太饥渴。对，我好喜欢呐，那就吃定你了嘛。对，因为同样一件商品，除非它是自己的那个品牌，它才会独卖，不然一般附近的商家都有。都有你可以多看时间。你去那种那叫什么？像五分埔那种？对，批发成衣店。对，成衣店很多成衣店那个货都差不多的。都差不多，有的会卖比较便宜。你还有买衣服的问题吗？我还有要买衣服。我说你还有没有买衣服的问题？没有，没有了，请就坐。我们还有一个，哎呦。朱莉，你说，他把垃圾车当他的好一点来，或者是晚一点来，太快丢垃圾，好不好？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正式的，有些人该回国的回国，他要去精神病院了，把垃圾车当成他生活里的好朋友。因为他是计程车啊，叫他来。你不满意他的时间？真的不满意。垃圾车到底是几点来？他有固定收垃圾的时间，每个地区不定啊。没有，他是上午还是下午？他不一定哦，不一定啊。而且收的种类不一样，有时候是回收的。礼拜一、礼拜三只收纸类，礼拜四。你的问题是几点你不满意？我觉得如果是早上10点可以，或是晚上9点半之后也可以。可是他们都来我家是5点半，我那时候都在上班。他那个区是5点，我们家就是9点之后才来，我也很生气啊。你的意思是说叫他搬到你家吗？你也要找他，你们这不能抢找他，没有，你不是说叫他到你家看你家？我说他今天头发那个吹得很漂亮，哪有？但是我新买的假发。哎呦，我的妈！你的眼睛快中风了。没关系，我们来帮他解决他的问题。有了吗？那个有那种收垃圾的那种阿桑，错啊。对，帮忙的人 housekeeper， 像我以前自己一个人住啊，我住那种大楼式的、啊，因为我的到垃圾永远遇不到嘛，因为我像我这个好吧，这个不错。那我们就是附近的社区就有一个妈妈，她就会来每一户问说你要不要丢垃圾，她会帮你，比如说打扫家里啊，把你的垃圾你只要每天把垃圾打包好，不要有汤汤水水，你放在门口，要给小放在门口，她就来收，然后你一个月。可能因为那时候一个礼拜上2000、3000块，一三五没有，便宜便宜到你舌头掉下来，够便宜，一个月300块，一三五你这三块舌头掉下来，好了，收回去，把垃圾放在门口，那个妈妈就会来帮你把垃圾拿走，都不会妨碍邻居，你也不用带，不错吧？谢谢 NoNo 哥，很好。自从买衣服碰壁之后，又来了，那期又来了。房子他觉得太小了，你嫌我胖啊？没有，我觉得台湾人太爱管闲事。管闲事，管闲事，我们家有个关联肥肥啊，只要我一出门，巴西的漂亮姑娘，你要去哪里啊？什么时候回来、啊？巴西的漂亮姑娘，对啊，什么时候回来？今年回来，哇，好有礼貌。最扯的有一次，前天我就带我男性的朋友到我家去，哇。结果我男朋友不在，隔天回来，你女朋友带那个谁谁谁回来啊，待到很晚哦。嗯，管理员跟那个你的男朋友讲，对，男朋友上来就是我带，所以带谁回来？我说没有啊，我自己在家。为什么骗他嘞？男性朋友，对啊，男性朋友，因为要解释很麻烦。逗点你不要乱放哦。对啊，他说。
没有人看到啊，只有官员看到啊。为什么骗他呢？那是我私人事情，你跑去跟我男朋友讲干嘛？那你为什么要带回你家呢？外面。表现一下，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在外面叫？因为我想展示我的鱼缸给他看啊。展示你的什么？展示你的鱼缸。鱼缸，我鱼缸，还有小金鱼啊。这听起来很腐烂的感觉，对不对？骗人了，感觉有一种暗示啊。我觉得你要不要到我家看我的鱼缸？我觉得鱼缸是一个暗号，只是一个代号。而且这种事应该是男生说，哎。对。我有养很多鱼，你到我家看鱼缸。对，哪有女生请来看我鱼缸？然后一到家，你等我一下，然后男生坐在客厅，然后一出来，他是自己换美人鱼。对啊，我就是鱼缸里最漂亮的那个。对，没关系，我还是可以帮你解决。啊，这种事你也要解决啊？这种事你自己好自为之吧。你要帮他解决吗？有，这假发给他。对。哇。如果以后带男哦男的变男的朋友，对对对，如果你现在这样，来，如果这样回去的话，假发会认出来。如果他戴上假发啊，就不会被抓到了。对对对，你的心态。再也不跟他讲话，就说：“哎，这位漂亮的胡子小姐。”小气怕黑狗，引起种族歧视。黑狗就没事会看到我，没事像抓我哎。这你的问题是什么？他问为什么有很多黑狗。可是你会被黑狗影响吗？黑狗，对啊。我们没有歧视你哦，你白色的狗那么烦，他每次来都在我家要咬我哎。对，没看到，都是狗的问题。白狗会咬黑狗。对啊，白狗会咬我。黑狗也会骂黑狗啊。对啊。主任，我觉得他是贪小便宜的个性，从头到尾全部都贪小便宜，一直要吃印度咖喱，啊，人家明明就写着咖喱饭，为什么一定要印度咖喱？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对啊，然后买裤子也在那250。真的，这一个问题我跟你讲，哎，怎么了？我跟你讲，如果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慈济功德会觉得不许可，你下一题就不准发言。对，好，这个一定会。好，我去看房子，然后房间很好，然后我跟老板说明天我会来，等一下我去楼下做好工作。然后是我跟老板讲，时间到。我跟老板讲明天会来。然后去楼下，我看到有黑狗，黑狗，我超怕的东西。我跟老爸讲，不好意思，我不会来这里住。这边路上有黑狗，我不想干，我不敢住在这里。黑狗，有黑狗，黑狗，有黑狗就黑狗是每次会看到我，每次想抓我哎。这你的问题是什么？台湾为什么有很多黑狗？在路上，黑狗。然后我住是野狗还是黑狗？黑狗狗。不管了，反正就是路上有很多狗就对了。对啊，然后每次我住在哪里，每次会那边。那我还是给你三个字，你回去。喂，台湾有黑狗跟住有什么关系啊？有很大的关系啊，是路上有黑狗，我。你们认同他说的这件事吗？有认同吗？可是你会被黑狗影响吗？不，黑狗，黑狗，对啊，我们没有歧视你哦，我并没有歧视你哦，你不要，他不要，那个白色的狗，那么白，他每次来都在我家要咬我哎，对，你看到了，狗的问题，白狗会咬黑狗，对啊，白狗会咬我，黑狗也会骂黑狗啊。我们没有种族歧视的问题。他说他因为黑狗不去租房子，他说这个房子很棒，你觉得是不是太奇怪了？为什么黑狗要去房子？没有没有，为什么？为什么黑人要在家里？台湾的这个狗的管制啊，是不太好。那野狗
就越生越多，两只变四只，然后长大哇又一大堆，这个是有点问题。嗯，不过你只怕黑狗，我超怕黑狗，拜托台湾人不要给我看黑狗。其实我觉得一般现在的狗啊，都大部分都很对、啊，很友善的、啊。嗯，真的真的真的对。如果你不是去侵犯它的地盘，或是一般流浪狗，它其实会怕人。对，他反而会怕人。对，你要试着跟他亲近，没关系，我帮你解决哈。那个思佳，你每次讲没关系，我帮你解决，我就很心虚啊。思佳，对，帮他解决。对，我跟你讲，下次你看到黑狗啊，你就咖喱口味的。对，那你不能自己吃。他不是印度咖喱。你喂它吃狗食，下次那狗再看到你，它就会主动开始摇尾巴，它觉得这个人是要给我吃东西。所有的黑狗都会在你旁边要扑你，跟你玩。对，哇，喜欢你，我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这个是他个人问题。对，好，我们到了行的部分了，邓肯，来，你觉得这个坐车啊，在路上啊，有一些什么问题？是不是啊，先生？是是是。我觉得交通警察很奇怪，很奇怪。交通警察，对呀、啊。为什么呢？这样的人，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重要，很有权利。啊，浪费我的世界。你觉得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已经有红绿灯，是不是、啊？所以他们干嘛还指挥交通？哦，已经有红绿灯，多次哎。在国外也有交通警察、啊，没有啊？不需要。美国有没有交通警察？有啊。如果在有红绿灯的地方，会不会有交通警察？不需要啊。会。如果他快掉，看时段。会啊。我跟你讲是时段，你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有一些时候交通很繁忙，所以那个前面已经塞住了。如果你后面的车继续走，对，你中间十字路口就塞死了。所以。我就算有红绿灯，现在就算绿灯，可是你不能走，因为前面已经塞死了。所以在那个这个叫什么 jam traffic jam 的时候，尖峰时段要有，要不然平常下午你很少看到有交通警察吧？你下午有看到吗？早看到了。下午很少，那应该是下班，对，下班，这也是下午，上下班，好，也是下午，五点左右，是不是啊，先生？杜丽，你要说什么？我刚说。真的是台湾人有一些问题，开车的时候真的我哦，开车我可以同意，开车如果是红灯的话，你为什么要超红灯？对呀、啊，为什么要抢红灯？然后每次有绿灯，它已经是红灯，还没有变成绿灯的时候，它会开始走。黄灯对的，那已经变成红灯，它会开始走，所以就会有这个问题，你懂我的意思吗？懂。你应该有一些耐心，好不好？对。好恐怖，好像看到一个外国鬼，哇，第一次看到。所以交通警察，我觉得有必要了。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没有了。好，请坐。请坐。默默的回去了。谁啊？维多利亚。我。维多利亚。哇。我爱骑脚踏车。你爱骑脚踏车？好，你要团购吗？来。签一下，登记一下，等一下可以送我？没有，一起买比较便宜啊。来，好，所以但是我住的旁边这个地方有很多东西，你可以买在路上，就是他们卖的东西，书的东西，在路边卖东西，路边摊，路边摊，应该是，所以我有次去在脚踏车，然后我跌倒了，对，然后你跌倒了，对，我跌倒了，然后旁边有一个东西卖的东西，吃物的东西，对，然后老板说我一件件的撞到他了，对，我然后他的东西输的东西就撒掉，应该是撒掉，然后老板。会生气，你怎么把我东西撞得乱七八糟？对，然后他们说付钱，我应该付钱，我说怎么办？为什么？他让你赔他钱，对不对？然后我这是不是我的错？这不好意思。他说没关系，付钱。不管，付钱，对，对不对？对，怎么办？结果怎么办？我说我叫 police， 叫警察来，对，叫 police。警察来了以后。对，他们
跟老板聊天，然后老板说不好意思，这是我的错，然后我回家。哦，警察一来，老板就说 sorry 是我的错。对，哦、对他可能自己、嗯。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很严重。对，台湾的那个大车啊、哦，欺负小车。对，小车欺负机车。机车欺负脚踏车，对不对？脚踏车有时候还欺负行人。可是路边摊最麻烦，有时候那个路就没多宽了，对，两边摆满，这个问题这个很麻烦嘞。嗯，怎么办？这个可能骑脚踏车要尽量去那个脚踏车步道，就是脚踏车道地方骑。不多啊，不多。对，因为你在路边骑其实蛮危险。你住哪里啊？家真的有一个很漂亮的鱼缸，真的吗？男生讲听起来 OK 了，对他说刚好我有鱼。你住哪边？住台北？对，台北哪里？大概区公馆。公馆啊？哦，那你在夜市那边骑，当然哇，那边很塞，那边车流量比较大，其实那边骑不安全。公馆你可以到那个啊，大安森林公园骑。或是台大的校区，对哦，台大。我跟你讲，如果你骑车是运动嘛，你千万不要在马路上。因为我最喜欢运动。对，那你千万不要在街上骑。对，台大又不好骑又危险。对对对。到那个学校里面啊，或者有那种叫什么河滨道、河滨公园，对，在桥下面嘛，公馆那边不是有什么永福桥啊什么？对对，福和桥那里。福和桥那里有。下面有专门骑车的。但是如果我要去别的地方怎么办？哎，我开那个大台车帮你。真的很好，他刚刚有跌倒哎，要跌倒，我送你一包随身的护理包。出去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好，跌倒之后赶快自己擦一下。对对对，先生你太明显了，先生啊，是不是啊？谢谢。下课。怎么办？哎呀，他走了。待会儿，太过分了。努力诡异装扮，化身 Michael 驾到！妹妹，你可以帮我带吗？可以。No 帮他带 ，No。No 对 ，No 他叫 No 快卖，我没办法呼吸嘞。Michael 驾到！好了，回去了。太过分了，南希啊，南希要抱怨这个交通问题了，对吧？他说抱怨太多了。啊，我觉得是那个计程车司机真的要改进。我一上车，那个槟榔的味道好臭。哦，这个是真的。那就算了，你又说行李很多。哎，后车厢一打开，全部是那个司机的什么？冠奇的衣服、刷牙，你说在他的后车厢里，后车厢都是他的东西，都是他的东西，我都根本放不下，那就算了，然后那东西放就是放在后座嘛，我就跟司机一起坐。哦，你的东西放后座，你坐在司机旁边，你故意的吧？我是一百个不愿意啊，那就算了，然后跟我讲，小姐你也就睡呢，我说哦谢谢，你结婚了没？单身了没？这就算，他讲一边讲话一边吐口水。还有槟榔汁，还有槟榔汁，然后我等你这样子，那时候没有带雨伞，在一把雨伞就被这样吃了，这样很痛苦，你知道吗？这个是真的一个大问题。对对。不过我个人觉得，好像现在吃槟榔的司机减少很多，比较少了，真的比以前少很多了。但南部还是很严重。哦，南部还是很严重，怎么办？鸭子。哎。对。再把折叠伞，折叠伞，哎，这个你这个就不对，你要送他伞的话，你也要送很小的，对，像那个插在酒上面那种小伞，没有，因为它只是防口水嘛，没有，你的
车子里怎么打得开啊？可以啊，打开啊，还顺便可以遮阳。遮阳，因为有些计程车不能贴黑纸。不是，他遮了阳就遮不了司机的口水啊。没有遮阳啊，大家啊啊。电话call车，万事解决。对，好，这不错。哇，今天有这两三个不错哦，你看电话叫车。还有那个简单的欧巴桑服务，对不对？杜丽啊，哦，流浪汉，没有，欢迎独家独美，台湾人，台湾人，请问你们为什么那么懒惰？严重了，这个严重了，为什么那么懒惰？懒惰，你为什么骑车？那你开车，然后停在门前面，在家里外面有一个一条路，我知道。你是说他把车停在人家的门口？那个骑车道，对不对？他们会停他停车在骑车道，来骑单车道吗？慢车道。对，他们会停在那边，前面就有一个停车位。可是他们要去麦当劳，或者是去银行，他们就会停在门口前面。都不管别人在开车，不管那我们骑车要怎么骑，不管在开车道，不管他停在哪里，他就是不要停在他的车格里，对不对？他就停在他要买东西的地方门口，挡住别人的车或者怎么样？这样子很懒惰，不是吗？是的，在美国一定会开罚单。我跟你讲，这个不叫懒惰，这应该叫。整个台湾的一个生活习惯造成的，因为美国地方大，对，你随便要怎么停都可以停，不一定在纽约不是很大，啊，那纽约就不能这样子啊，对不对？对，因为特定的，所以我们就说生活习惯的问题不一样。还有什么不满意？还有什么？没有就没有了嘛。有有有买东西，有买东西。你为什么在路上要扫钱？烧钱，对啊，烧那个警纸钱，烧纸钱，这个很麻烦，要看我骑摩托车，然后就碰到一大堆那个盐，人人家看到他说鬼，鬼，等一下，烧纸钱好像只有几个特定的日子吧？对，没有，就是初一、初五、初二、十六，店家每个月啊，对对对，所以每个月最少是两次了。有的人会初一十五，有的人是初二十六。哇，那我还以为只有什么，比如说中元啦，对，还有什么那个叫什么过完年什么迎财神啊，店开门。所以其实除了几个特定的日子，每个月都有。哇，那有点多。我跟你讲，我家隔壁的人，他每天都烧钱。每天都烧钱，烧纸钱啊！我知道，其实我不知道是鬼月，这种营业的场所或是什么，他们每天都要祭拜。那对啊，每天出来的时候要去上班，我摩托车上有很多那个纸钱的灰哦。这个问题啊，要慢慢解决。对，因为这是宗教问题，因为这是几千年的这个。但没关系，我还是可以啊，实际的帮他解决。这个也有啊。对对对，施加。给他一个活性炭的口罩。哇哇，他戴着假发，戴着毛线帽，戴着口罩，好好看啊！妹妹，你可以帮我戴吗？可以。No 帮他戴。No 眼镜在哪里？眼镜。快没有，没办法呼吸耶！哇，跑了回去了。你是谁？哇，Michael 嘛，这就是 Michael 啊。他从那个纸钱里冲出来，多有神威啊！ Michael 驾到！这样他怕什么？他什么都不怕，谁都怕他，对不对？好了。我们的哈林慈济功德团体啊，听了外国人的这些抱怨之后，有什么感想？你们有没有觉得哪一些抱怨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有些是台湾人的生活习惯，其实要慢慢的改善。对，像刚刚有这个交通的问题，交通问题，对不对？还有这个有一些敦亲睦邻的问题，哦，就太热情了，多，对，反而变多事了。有些自身可以改变的东西，那有些是宗教文化环境的对不同，所以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那你们既然来，就有入境随俗。那我们也好好的善待这些外国人，你们要习惯一下我们的生活，对不对？最后我要讲一个，那个就是目标锁定了。没有，小柯刚刚那个说的好，就是大家尽量如果有时间跟回家吃晚餐，对，如果能够跟家人聚在一起，还是最好的。好，今天外国朋友的 complaint 有些我们给他们一些还不错的建议解决方法，有些不能解决的，我们就等着时间看看能不能让我们的社会更进步，让所有的人更开心。今天下课。